北京时间11月5日11点22分，微博认证为中影集团退休职工的副导演老木尔张元佳发微博称，北影演员于琳达于5日早晨4点多去世。我看病向来都是能够用药就用，如果非用药不可的话，那我也只用单方、秘方、偏方，小药治大病，这是很缺德的事，我不干。告诉你，干了，天天都得做噩梦。他这不是绕圈子骂我缺德吗？不用你这儿问，这就是缺德。菊花，你不能嫁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是文三块的女人了。文三块是个不知道死活。于琳达生于1958年11月，曾参演《金大班》《中国远征军》《周旋》等电视剧，并在《京城求侠》《鸳鸯蝴蝶》《夜深沉》等电影作品中出镜。据张元佳称，于琳达病逝的原因应该是肝脏出了病症，去世前还准备在医院换肝，享年54岁。库里乐，由特传媒整理报道。